缺。台湾的499之乱哦，非常非常的可怕哦，电信员工崩溃大哭，你排到了吗 ？Hello， 我是499号，现在是498号，等了5个小时，终于要到我了。499，到我了。大姐你好，啊小姐你好啦，我是你们那个中电信的那个老客户啊，这样子，我想要查一下那个违约金这样多少，因为我要改499啦。哦好啊好啊，那个你的门号给我一下。啊门号哦，09123456789。好的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能申办呢。为什么不能办？什么不能办？我还不台湾心是不是啊？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他妈的台湾心。恭喜你啦！下一位。